今天准备用这三样出来挑战一下，看看这么大的钩子，看看能不能钓到大货。这把钩子实在是太大了，我觉得有点不太适合，用饵料都用的这么多，一大团。不过既然带出来了，就上面就试一下吧。大家好啊，今天主要试一下这种大海鸥，用它也要看看有没有。已经钓了两个小时了，饵料都丢了一大堆。事实证明，这种大钩确实钓不到这么大货。下面准备换钩子。我主要是想试一下这种大单钩。接下来我就要换小一点的小单钩，这个实在是太大。条鲤鱼，可能是因为刚才投的饵料太多，所以打起了一个窝，剩了一条鲤鱼。